护工敬院护工，你看这老欺辱老人，就是一个字乱，养老市场乱，他不是欺辱老人就是欺诈老人，没有对老人好的。哎，我说我跟你说什么什么基金养老，什么什么什么旅游养老，以防养老，我是告诉你这都是骗。我把这个说破，我说他们不是为了老人，谁是送到敬老院了生不如死活受罪，批他不让出来，越乱出来他我说他还不如狗，我说你狗还知道一天溜溜了，他不让出来，对吧？还有年轻的孩子一看他那个老人去吧，说不好听的话，看老人去，他不让说不好，这老人就害怕，就老死死拉着你那个孩子的手，你想想他为什么？对，他你小时候上幼儿园不愿意去，你拉你妈，他了不愿意，他不是死拉着吗？您说这个，那养老市场怎么办？我不知道，您说应该谁管？不是，我过两年我不是也得上那儿去吗？但是我去时去得有一句话我说呢，我不希望我从那儿抬出来上那个啊，从敬老院走的时候，眼里含着委屈的泪花，行吗？听得我呀心里特别的难过，物业代表了90%以上老人的心声。现在市面上养老机构特别的多，宣传的呢也非常的好，那到底真的好吗？其实是打问号的。现在老龄化特别的严重，到底该怎么去养老呢？这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。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点子呢？欢迎大家点赞留言。